我是服了你了，10点钟已经喂过你了，现在12点多，凌晨又跑过来了，服了。这是10点多的时候喂的，狗粮它不怎么吃啊，感觉虫子。我虫子都完了，被它吃完了的，快！跑到这狗粮后面躲着，你他妈还拉一坨屎我这里，我就服了你，吃了你还拉，又开始干饭，两顿都不够你吃，我都服了你了。他每天就转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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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转悠到我这个狗娘这里来了。妈的，吃完还拉屎。有个要跑了。算了，就是虫子这东西。真的是狗粮，我躺里面老在吃，手机没电了，你快吃啊！你快吃啊！我跑了，吃，这一天要吃多少？手机要关机了，还有30秒。端到手上还在吃。端到这边来，别在这里，在这里我的狗又在叫，吵得要死。